Cody saw that, he would want it. Ça vient tout rendre dedans, là. I don't have the money for that, man. He don't need it. They always make new stuff, you hear? 刚才胖爷说，如果我儿子看到这个又想买了，1299。他整天在学校也不在家，他也不需要。他已经有一个也挺好的。看看这边，这个是省了69块钱，799。Bill, you want to go eat the first? No. I'm kind of hungry. No. 我们家胖爷又急急忙忙的要走。看看这边的首饰，这些都是钻石，都很贵。这些都是金子的，14K的。洗衣服用的，这个降2块钱，现在11.37。哎，这个是15.98，原来才13，涨了2块钱。我上次买的是这个，13块多钱，现在15块多，什么都涨价，没有不涨的。这个降了2块多钱，现在是9.88，我记得以前才6块多钱，不到7块钱，好像以前是6.88，什么都涨价。这个是也打折，这个是17.98，减了5.5。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是想买一些食品过节用。这里的人也不多，你看前面是我们家胖爷。胖爷买这个浴巾给他妈妈买的，我们家老太太用好多浴巾，用一用然后就扔掉了，所以说整天买。大家看看这个自拍的，现在价钱这么高。Are they good? Yeah, this is a small size. Is that the kind we always buy or what? No, this is small size. The big one is that, Bill. Oh, look at the paper plate now, $21. Wow. Yep. 这个自拍的以前才15块钱这样，现在21.98。Wow.We don't need it. We use real plate. You just buy, you just buy for her. 我们家老太太都用纸盘子的。看这个卫生纸，最早开始出来的时候是3块多钱，最后涨到了15、16、17、19，现在呢是22.68，什么都贵。这个也涨，这个是24块多。
什么都涨价。Yeah, but this is like $2 one pound. Yeah, is that bad? It's not too good. Yeah. Walmart about $1.98 one pound, but it's bigger than this one. Okay. You want that? Ah, it's up to you. If you want to, you want to, you buy. I don't want that.大家看看这个葡萄，沃尔玛卖的葡萄1.98，比这大多了。这边是2块钱一磅，差不多，但是有点小。The grapefruit。8.98。这2.98。哎，柠檬4.48，这个才3磅，三磅。这个是亚洲梨，9.98，里面只有6个。这个石榴是10.98，只有4个，比沃尔玛卖还贵，沃尔玛是2.48一个。这边是沙拉，沙拉是2.68，2.96，2.88。安达一袋沙拉，这是2.68的。家都是买这种牛肉做牛肉汤，这5.48一磅。看看这边排骨多少钱？现在这种猪肉1.98一磅。这个小排骨2.98一磅。这边还有一些打折的，这个鱼9.48一磅，这个是野生的，不是的，这不是野生的，这边是养殖鱼。这边是打了1块钱的折，还是10.98。这个火鸡是生的，没烤熟的，是1.19一磅。然后10.98一磅，哦，给你减5块钱。大家看这里的火鸡。这是烤熟的火鸡，只要加热就可以吃了。这是2.48一磅，那边都是酒。看我们家胖爷，买到最后都不吃的。他一来到就要拿牛肉，好像是变成了一种习惯，不管他吃不吃，他就是要买。I gotta buy 2 hams. You get, oh, ham, that's a sign. You walk around, you didn't even look at ham. Oh, you do, you just look at something you don't need there. Oh, I need everything like that. 大家看，这个是牛排，这是一整块的牛排，是
9.98一磅，168块钱。这羊排，羊排是14.98一磅，蛮贵的。哦，这个牛肉，给大家看这个牛肉，6.98一磅，这是21块钱。这里又卖这个的，大家看都贵，21.31。这个汉姆现在是2.18，20块。这个是3.18一磅。这个是牛肉，哦，这个85.41，12.98一磅，这个好贵哦。胖爷买4个火腿肉，我告诉他买太多了，叫他放回去他不愿意。他去年的时候烤了很多肉都没有人吃，这种肉很咸的都没有人吃，到最后他自己也不吃了，到最后都喂了我们家的猫，浪费了。Okay, let's go.What else you want? I don't know. What else? Huh? What else you need? I told you chicken stock. You can get the since onion. Here have the onion. Get some potato here, Bill. Here potato. 看看这些的土豆。土豆7.48，这个黄色的，这个红色的土豆6.98。我拿点黄色的。这边还有这种土豆，这是放在烤箱里面烤的，这种是7.48。今天这一个车子东西也不少钱。我刚才拿牛肉，胖爷不想让我拿，他说太贵了，你看看价钱。等一会我买了2块牛肉，我来付钱。我今天要花200块钱，胖爷可能也要花不少。那个人买的更多，12.73，这一袋面粉25磅。这个是12.63，之前才7块多钱，7-8块。Go check out. You want to check out from the self check out? No.花了200块钱，胖爷花了400块钱，两个人花了600块钱，600块钱就买这么一点东西，好可怕。吃完饭等一会就回家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了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